呢只啦，呢只咧就系春立医疗呢排咧，啲医疗啊、药物股啊都有唔错表现嘅，包括呢只啦，呢只咧就系春立医疗啦。咁头先咧有朋友问咧，9926都系有关嘅股份啦吓，都咁啊，呢只股份咧亦都系咧就有唔错嘅表现啦。咁你见到啦吓。其实可以画个三角形啊，平顶三角形呢、這个上面平啦，10.06个底部向上移啦，平顶三角形今日咧突破咗，成交增加，咁其实咧走势唔错噶，咁呢只春立医疗仲系有钱赚噶，根据咧呢部架机嘅显示咧，佢 P/E 系十倍到嘅啫，咁啊息率就稳啲啊，得嚟多啲啊，讲唔上好，咁但系有钱赚嘅都喺医疗板块嚟讲咧。都算是可以啦，因為很多都冇錢賺噶嘛，啲 B 股全部冇錢賺喎，所以咧佢算是就 OK 嘅。通常我跟大家講的潛力股咧，我盡量找啲有錢賺的技術走勢好的，咁呢只咧就係、是、正正係其中一隻啦，佢做醫療設備嘅主要嚇。咁啊突破三角形啦，咁啊睇下先。今日咧就成交增加，佢底部啊7.1元，咁啊7.2元啦，10.6元，即係成個三角形咧大概是3.4元之度。咁啲照量照度咧，咁啊都有唔錯嘅喎，突破10.06元，咁啊度3.4元指上去，咁啊13.幾元喎，即係大概咧14元嘅水平喎，即係量度升幅三角形，咁可以咁樣去睇啦嚇，個潛力就係三角形突破，咁同埋成個板塊咧呢排咧都轉翻好啲嘅走勢嚇，所以潛力就喺呢度。咁不過咧，今日成交比較，對唔住，升幅比較大啊，9.6%。咁估計可能要短線可能會出現回整先嚇，整整固先，考驗翻咧呢個三角形頂部逼近或者考驗啊三角形頂部支持，先再上過。咁大概10.06元度，可能會回翻落11元之下，逼近10.06元，咁先再抽過上去咧，就完成咧佢嘅量度嘅升幅。所以咧就有意思嘅朋友咧。可以等佢回試後周先啦嚇，將個指示位咧，一係咧就擺喺10.06元或者10元，一係咧就擺咧呢個前浪底，呢個前浪底9.5元，咁啊兩個選擇可以供大家參考啦。